Flash 加油 Flash 加油，雷神登山手们快速加油。雷速登闪电冲线大赛年度大赛终于展开了，谁知道黑剑竟然在比赛中突然晕倒，众人这才从刘东和小林口中知道了黑剑患病的真相。可是林峰却没有因此同情黑剑，反而坚持贯彻作为一个赛手的奋斗精神，是要在赛道上跟黑剑一决高下。经过了一轮激烈的角逐，雷速登闪电冲线大赛年度对峙赛的三队最强队伍终于诞生了。到底他们哪一队能够成为今年年度对峙赛的总冠军呢？马上就有分享。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进入决赛的三支队伍。第一队就是 PQR 车队，接下来是风雷电队，加油！风雷电队加油！最后出场的是黑霸王队，东东表哥，东东表哥，加油！三队赛手已经在赛手控制席上准备就绪了。对峙赛是计算整队冲线的时间，少一辆战车都会被取消资格，是考验整队的合作性的。比赛马上开始，准备，开始。三支队伍一开始就想突围，风雷电和黑霸王首先淡出，依计行事。放心好了，这里就交给我们。这次我要堂堂正正的赢。闪电漂移，黑霸王的黑剑首先出招入弯了。整队漂移啊，不过一辆赛车好像要破坏。是刘东，还有我，看我破你们的队形。我们先化整为零避开，然后再重整队形。嗯。咦，男人国你，你还是专心比赛吧，能追上我再说。月明。放心，我没事。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谁也跑不了。解散队形，先避开他们再说。明白了。风雷电改变策略 ，PQR 趁机超越了。不过，风雷电的成员还是遇上了麻烦呀。
找机会重组队形。知道了，看我的！男人婆，又是你！哦，想跑掉还是过了我再说吧。月明，放弃吧，我们一定要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的。不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畏首畏尾的李月明了。冲啊，电光后！好厉害呀！ TQ 二队好像来势汹汹了。超过黑帝号，我们就占第一。好想超我的车，没那么容易。岂有此理 ！TQ 二被黑剑反超，后面的风影号又追上来了。漂移火墙？什么？是超高难度的漂移火墙了？剑杀巡航！神风使出剑杀巡航，准备冲过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？什么？竟然在漂移火墙未组成之前，以剑杀巡航先攻击，好高的判断力！没想到林峰这小子的反应竟然这么快，快追！TQ 二队重新调整后，很快又追了上去。从后面赶上来的是刘东和李月明两位赛手，他们的两架战车正斗得难分难解。什么？竟然加速入弯？居然有胆量用直道注射型的战车在弯道进行攻击，月明。你真的变强了，可是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，真难缠。月明小心，再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不行，让我来帮你吧。谢谢你。超车！我来挡风，然后一起抛离刘东。好熟练的合作，真是精彩！再看另一队比斗，以凌云冲动的个性，一定会忍不住撞上来的。好，就用激将法，再杀他一个措手不及，真没用。就只会跟在别人后面，胆小鬼！你说什么？可恶，男人婆，我现在跟你拼了！终于上当了，有空位了。什么？以为用激将法我就会上当？以为我还是以前的冲动小鬼吗？你先走了，男人婆。你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想不到他进步了那么多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凌云。经过一轮激斗，风雷电队终于重组队形了。雷龙破魔！风雷电队使出雷龙破风，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要超过领头的黑帝号。他们马上就要追上黑剑了，快加速方啊！白俊和炼狱号要跟黑帝号汇合，就要先超越前面的 PQR。啊，超过去了！啊！黑霸王队也重组队形了。小林，改变战术，你先走。我们落在最后了，快点加速啊！黑帝号忽然在断桥急停，利用 PQR 战车的撞击力飞过断桥。啊！
炼狱号再从后面攻击 PQR， 好精密的攻击战术。PQR 队的飞爵 X 被黑霸王队的炼狱号撞出了赛道，根据赛例，他们这一队已经失去比赛资格了。好厉害呀！现在就由我来带头。嗯。现在只剩下黑霸王和风雷电两队比赛，双方也调整队形，准备决战了。这样下去，电池的电量会消耗得很快，没别的选择了，用雷龙破风吧。好。我们先加速追赶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保持队形呢。现在黑霸王队终于也组成了雷龙破风的队形了。刘东赛手的炼狱号以弯道重视型的优势，在折角赛道首先飙出，代替领头的黑帝号。不过风雷电队领先优势依然明显，比赛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请各位好好欣赏。我们这就直冲上去，闪电漂移！乱阵脚只会让他们有机可乘，相信我，只要我们同心合力，我们一定可以赢得比赛。那就让我带头吧。我们在弯道上超他们的车。知道了。想超车没那么容易。小林，你跟黑剑先维持队形，我自有办法。小鱼小心，刘东追上来了，他是想超过你，他休想从我这里过去。超车了，好快！月明，下个是你。哦。怎么办？一定要想办法重新组成队形。刘东的不要命战术成功了。黑帝号和白俊号又赶上，形势完全改变了。黑剑、小林，我们超他的车吧。嗯。林峰明明大好形势啊，为什么进行过特训还是会这样输给黑剑他们呢？之前的特训全是为了防范黑剑的攻击，可现在黑剑已经完全融入对峙赛之中，不再是独自一个人了。凭着黑剑的操控技术，再加上马小林和刘东这种一级高手，林峰他们要取胜恐怕不易。哥哥，你干嘛还减速啊？快追啊！这是对峙赛，单凭我一个人快是没用的，我必须等你们。小峰说的对，凌云，我们快点加速追上去，跟他会合。那好吧。形势逆转，双方再次调整队形，准备应战了。风雷电凭着顽强的斗志，又再追上。怎么可能这样的？速度居然这么快，可恶！哎呀，腰卡的！黑剑，你怎么了？要是真的撑不住，不如放弃吧。不可以，就差一
已。黑剑，振作，振作起来啊！风雷电队组成车阵之后，势不可挡，转眼就超过了黑霸王队。黑霸王队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不要放弃，千万不要放弃。黑剑，黑剑，你不是说要赢我们的吗？难道想放弃了？不，我绝不放弃，我一定要拿到总冠军，一定，放心吧，我可以的。刘董、小林，我们追上去，我们一定能追得上。按黑剑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不成，我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。黑剑，现在由你带头吧。刘董，我来解决掉挡道的麻烦，放心去吧。嗯。刘东独自上前挑战风雷电，啊，原来是诱敌之计，黑剑小林超上去了。剑锋乱舞，在这里使出旋风乱舞，不但破坏我们的队形，还可以加速追上自己的队友。刘东的技术真是高超，不过我不会就这样认输的。小云、月明，我们一起来，刀片超车！好厉害呀！风雷电队竟然一同使出了刀片超车，干扰炼狱号的旋转气流，让炼狱号失控。这样的合作性实在太让人惊叹了。小林，我们要帮刘东争取时间，绝不能让他们超车的。明白了。用最后一招吧，漂移火墙！是之前 PQ 二队用的漂移火墙，可是厉害，就这两辆战车竟可以使出漂移火墙，他们练了多久？快到终点了，怎么办？冷静点，不要自乱阵脚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都不可以放弃。大家望着终点，就在前面，现在只好冒险拼一拼了。月明，你在旁边听着我的指示。小云，你的雷鸣号把风影号和电光号当跳板冲过去。风雷电他们想怎么样？是机会了。月明，分！冲线了，终于冲线了！本年度雷速登闪电冲线大赛对峙赛总冠军产生了，他们就是风雷电队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还是输了。虽然我们输了，不过从我们组队到现在，你们让我明白了有些事情比拿冠军来得更加有意义。谢谢你，刘东、小林。嗯，我们永远是好队友。耶耶！黑剑，小剑，爸爸，怎么会是你？我是专程来看你比赛的，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是小钟和小丽告诉我的。可是你不是还在气我不肯接受手术吗？我只是不明白，刚才看你比赛那么坚强，你为什么怕治疗呢？我不是怕，只是妈妈去世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留下，我那么努力比赛就是希望拿了奖杯，等我不在以后可以给你留个纪念，
不想有任何遗憾。傻孩子。爸，对不起。可是今天的比赛让我明白到，只要坚持到最后，不论是成功或是失败，才能真真正正的没有遗憾。所以我决定接受手术。真的？嗯。尊敬对手就是要全力比赛，我会记住的。你们能坚持取得最后的胜利，恭喜你们。你是我遇过最厉害的赛手，等你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来一次决赛。本年度雷速登闪电冲线大赛对峙赛颁奖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冠军车队风雷电车队上台领奖。哥哥，我们真的不打算告诉他们我们今天要回爸妈那里吗？我们都要走了，告诉大家只会让他们难过，就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庆祝，到我们回家之后再打电话跟他们道歉吧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去机场了。哥哥，现在还有时间，不如再玩一次。嗯，准备。你们太过分了。玉明，还有我们。你们还说是一个队的呢，你们要离开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。对不起，我们只是……要不是你舅舅和小珍姐姐跟我们通风报信，我们还在傻傻的等着，什么都不知道呢，害得我连花卷都没吃上几个呢。你们听我说，哥哥他……你们……男孩子居然流泪，别说废话了，不是要比赛吗？正好个人赛都还没跟你们分出胜负呢，我们就趁现在一次解决，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冠军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开心心的赛一场吧。我们也来参加。啊，黑剑，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的吗？怎么？放心吧，医生已经替我检查过，连手术日期都安排好了。不过今天这么盛大的比赛，怎么可能少了我呢？啊，黑剑。好，雷速登好朋友比赛现在开始。